非常厉害啊，那已经有十年以上了啊。我是1972年老鼠。哇，你这个老鼠啊，思想挺活的，经常一想做这个又想做那个，突然间想做这个又想那个，但是又做不好，对不对啊？对。看见你的老鼠在乱窜，听得懂吗？你呢，这个老鼠啊，应该是偏深色的，所以你以后穿衣服啊，不要太淡。明白吗？你不要以为你皮肤白啊，实际上你是个黑老鼠啊。黑老鼠没关系，黑老鼠不容易被人家打死，白老鼠一看看见了，嘣打死了。听得懂吗？穿深色的衣服，稍微深色一点。你年轻的时候很漂亮，我看见这个老鼠好像还会跳舞，会不会跳啊？告诉大家。还好了，不好意思了。我告诉你，跳的不是那种舞台上的舞，是跳那种像交谊舞一样的那种。没有。但是跳小孩子时候跳那种舞，对不对啊？我天生是不是有灵性？有。我想问你啊，你有一个中年妇女，你妈妈还在不在？有。好，有一个中年妇女，我看。跟你长得有点像，会不会是你妈妈的弟她妹妹或者姐姐，有没有过世的？你问问你妈妈看有没有过世的姐姐和妹妹。你妈妈在哪里？这边。这边。在啊、哦，你们有没有过世的跟你年纪差不多的这个亲戚啊？女的，中国姐姐过世了是不是？好了。准不准啊？而且这个姐姐跟她的缘分非常的深，跟你呀、啊，你小时候出生时候，她这个姐姐看见过，听得懂吗？好了，我告诉你啊，你现在好好的去，赶快去操作，还有一个小孩。什么孩子？灵性。灵性。掉过孩子。我没有。你没有？好了，算了，我就不讲了。那么如果这样的话有两种可能，一种是自己流产的孩子，还有一种妈妈打胎的孩子会到你身上来的，所以你经常会跟你妈妈要么特别特别好，要么特别特别的闹，你很爱你的妈妈，很怕你的妈妈，经常呢心中呢又会对你妈妈产生一种敬畏感，这个就是孩子在你身上，你告诉我是不是这样？我有一个弟弟出世一个月多就已经往生了。好的。男的吗？是的。我告诉你，不像你，这个弟弟脸不像你，听得懂吗？我看不像你，因为你的脸很像你父亲，他的脸有点像你妈妈。你妈妈刚刚这么远，我看不清楚。你妈妈，我看见，现在我看不见，刚刚站起来很远，我看不见。我告诉你，你妈妈的脸比你圆胖，你是瘦型。大家刚刚看见了吧？我看到了吗？明白了吗？我要念多少张小房子？你这个很简单，49张小房子，你好好念。你很老实的。给两个灵性吗？对，你以后谈恋爱会非常麻烦的。我已经结婚了。哎，就是谈恋爱的时候就很麻烦，因为你现在结婚的时候，你妈妈参与的太多了，听得懂吗？你完全听你妈妈的，你妈妈叫你不要理她，你就不理她了。听得懂吗？你们就不要理他啊！这个女婿不好，你不好，你这个人没主张的，全听你妈妈。那我现在是总共需要念49张小方。总共49张，不可能是总共的，第一波49张，以后每个星期7张7张念下去。每一个星期7张7张念下去，好吗？你很老实的，挺好的。你钱是欠你妈妈的，你是来还债的。所以你赚的钱都会上供给你妈妈。好了，不要再问了。好，谢谢。好，谢谢。